第一就是说，南海的这个九段线呢，其实是受到世界法庭的这个质疑了，海牙国际法庭是把它给判为是不符合国际公约的，所以中国呢现在不仅在南海了，是在所谓的克制，其实它在往后退。你如果看王毅跟就是杨洁篪他们的讲话，就认为南海是。